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杨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末日剧情片《末日飞船》，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奉上。一艘从韩国开往太平洋度假小岛的游轮上，一群形形色色的人整装待发，准备开始一场假日狂欢。船上的人来自不同阶层，尊贵的国会议员和他的儿子二柱，一群想要巴结议员却不受待见的小混子，三个拜金的外围女，还有一个浑身携带植物种子，总是蹲在墙角默默注视一切的神秘老人，最后是女主角妮妮和她的男朋友帅帅。这天到处溜达的外围女。 通过毛玻璃看到了议员和二柱精致奢华的房间，他们瞬间不平衡了。他们在屋外大吵大闹，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。那群小混子瞬间围了上来，为首的长发一直想和议员打好关系，眼看表现的机会终于来到，他率领一群小弟主动承担起了护卫工作。他警告三名外围女老实点，不然就丢你下海喂鱼。 就这样，几名外围女也不敢讲话了。午饭时间，人群再次哄闹起来，因为议员和混混们可以共享豪华午餐，而其他人只能吃清汤寡水的盒饭。眼看不满的人越来越多，议员只好做一做姿态。他表示，这只是一个意外，以后绝对会和大家一样同吃同住。一个合格的领导一定要学会软硬兼施，言语是维持稳定的手段，而暴力是镇压不满最直接的方法。议员和那群混混是这样商量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在威严恐吓下，妮妮和男友。 帅帅也选择了闭嘴。接着，小混子逼迫外围女开始营业了。凭借一两句空头支票，三个女人被哄得团团乱转。先生和混混们逐个发生了关系，紧接着又被送进了船长的房间。这时候，议员正站在甲板上吹风，他对外围女根本不感兴趣，目光却长时间停留在妮妮身上。身为狗腿子，混混长发很会看眼色，他让议员回房间等着，说家人即刻奉上。长发用的方法简单粗暴，他直接冲进房间抢人，男友帅帅直接被拖出去一顿暴打。 可能是由于激烈反抗，长发也急了眼，直接把帅帅给杀死了。船长已经受了贿赂，肯定不会出面，所以长发男大摇大摆地对妮妮展开了追逐。他围堵妮妮，把她迷晕，祸害一番之后，送到了议员房间。平时道貌岸然的议员立刻露出了真面目。 此刻，二柱来找自己的父亲，却被长发挡在门外。不过，他还是听到了房内的声音，心想：平日里尊敬的父亲，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？然而，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。二柱走进房间，看到眼前这具美丽的身体，二柱子终究还是没忍住。 半夜，妮妮迷迷糊糊地醒来，身体的异样让她感觉到发生了什么，但她又找不到帅帅的尸体。绝望之下，她准备跳海自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秘老人突然出现，他救下了妮妮，而妮妮也再一次昏睡了过去。天亮了，众人惊讶地发现，轮船竟然飞到了海上，他们悬在云端，没有海，也没有路。 游客们惊慌失措，只好由船长出面安抚。而船长也是懵逼的，因为所有的通讯系统已经全部瘫痪，等待救援几乎不可能。当危机发生的时候，利益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冲突发生了，议员要求由他掌管食物，按人头发放。通常情况下，全是自带微信，最起码目前的情况是这样。议员由一群小混混维护，暴力之下，游客和船长只能被迫答应。 此时，神秘老人和妮妮藏了起来。老人在船舱里种植了很多农作物，而且还养了两只小鸡，似乎他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妮妮就不是很懂，况且这些作物只是幼苗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另一边，游客们接受食物分配已经有些日子了，但克扣这件事儿总是时而发生。一群激进的游客冲进船舱，却发现议员和混混们正在大鱼大肉的享受美味，矛盾一触即发。但最后，游客们还是怂了，因为混混有枪。所谓哪里有压迫，哪。 哪里就有反抗，船长和大副准备用炸弹炸死议员一伙，而议员一伙也早有警觉，开始杀鸡儆猴，暴打不服的人。 当然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与其提着脑袋和混混们硬扛，反而不如十几个人打破脑袋去抢一块鸡腿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老人这边，农作物已经开花了，而妮妮也开始了孕吐反应，她竟然怀孕了。妮妮不想要生下这个孩子，却再一次被老人拦了下来。又过了一周，船上的食物越来越少，大家的食物也由一天两顿变为一天一顿，很多人被饿得走不了路，反而三个外围女根本不受影响，只要伺候好混混，他们完。 完全不用为食物担心。期间，议员儿子二柱曾给妮妮送过几次食物，为了孩子，妮妮最终还是吃了下去。 同时，矛盾终于不可调和，游客们自发组织抢占仓库，议员一伙毫不留情地开枪镇压，游客们死伤惨重。冲了几次之后，就再也不敢冲了。船长是有武器的，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提着手雷和议员对峙，要求重新掌管游轮。议员妥协说：“我们完全可以平分资源嘛。”双方互不信任，展开激战。船长被俘，船长的反抗让议员害怕，饥饿也让游客们逐渐失去了理智。议员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他和混混们一起拿出食物当。 诱饵将游客们骗进了船舱，然后直接关舱门，放手雷，大量游客被活活炸死。妮妮和老人在一起，才侥幸躲过一劫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人都受不了了。逃脱的船长一把火烧掉了所有食物，但随后他便被混混们枪杀了。目前为止，整个船上只剩议员父子和混混们，还有妮妮和老人。船长开始疑神疑鬼，他为了保全儿子，选择了和混混们同归于尽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仇恨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二柱和妮妮只好相互扶持。神秘老人。 变成了最终的救世主。鸡已经长大，农作物已经结果，二柱却被饿得失去了理智。他试过吃那些腐肉，但实在难以下咽，所以他冲进老人的房间，想杀鸡吃鸡肉。但这个房间是最后的希望，老人早已重重加固。这样下去，船上的人都会死。老人决定牺牲自己，一天一次从船上割肉给妮妮和二柱。靠着这个，两人又坚持了一段时间。但最后，老人也死了。 两人冲进房间，二柱又要去杀鸡，妮妮不准，因为老人说过鸡要下蛋，农作物要结果。二柱忍不住，还是要杀鸡。既然如此，绝望之下的妮妮选择杀掉了二柱。最后，妮妮成了唯一的幸存者。终于在这一天，母鸡下蛋了，农作物也全部结果。妮妮的肚子开始剧痛，这天晚上，她生下一个新生命。 几年过去了，农作物覆盖了整个船舱，母鸡们繁衍生息，生了很多鸡。妮妮的儿子也长到了六七岁的年纪，他整天摆弄手枪，不亦乐乎。又是几年过去，妮妮的儿子长大成人，但是船还是没有落地。每天吃鸡已经满足不了妮妮儿子的欲望，最后他把双手伸向了妮妮。电影到这里戛然而止。看了整部电影，老杨只想说：哎，人性呐！好了，我是老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